节目组会给出答案是三个字的题目，听到问题后，三个人分别拿一块木板，每个木板对应一个字，三人所拿木板组成的词，如果是正确答案即为成功。一人拿一个字，看我们的默契哥啊，在心里是吧？不是在心里，要拿那个字，但不能商量。啊啊！宝哥肯定明白了。我明白啊，你就比如就看我们三个人默契会不会拿同一个，是要看我们对那个问题的理解。就比如我们三个人里长得最好看的是谁，然后第一个人去拿。结果你拿了王，我就拿了延期的延，这就错了。我就拿沈月，沈月只有两个字，沈月只有两个字，哥要拿个三个字的。请看第一题。哈哈，对。你们看啊，啊，给咱这里有关系的啊。我是第二位。不要想别的啊，就我们这几题啊，我们里边的。不行了，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提示，也许只能是他了。我也不可能是我自己。你没说自己啊？我根本不认可这个答案。那我既然你不认可，但是我觉得咱俩应该能。我不知道啊。你们的答案是呀，我搞错，搞错啥了？跟那儿粥了。粥是谁啊？不要想别的啊，就我们这几集啊。宝哥，不是在我们这粥吗？在我们。我虽然很不认可，但为了团队，我还是拿了盐。我就是我拿起。我的问题，我把你的姓给记错了。宝哥，我想的就是周延奇。宝哥是不是派什么周延奇？张延奇。宝哥是你们派来的卧底吧？我心想的是周延奇，张延奇。我老觉得你姓周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啊。真的，我心想就是张延奇，真的绝对不骗你。别说了，宝哥。第二题，谁第一个？你第一个吗？这是。我这道题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离我们最近的啊，都不需要提示，有默契，我们有默契。宝哥肯定知道答案了，我肯定。宝哥，我相信我们的默契。我知道，我在正在，你得给我的时间，我找字了。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拿哪一个啊？我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宝哥都没想好答案是什么？对，战术性拖延。我知道，好，我去看。哎呀，这哥，可以换，给一个机会吗？刚看到，拿歪了，宝哥眼神不好，拿歪了。这太简单了吧？这我要是能答错的话，我直接生吃了。我字在哪儿啊？字在哪儿啊？应该是第一版上面。哼，你我先看你第一个，先反着来啊。我肯定拿对了，庄。庄，石家庄。回答正确。太好了。第三题，选择不多，应该能赢了吧？我都记得他们的位置，别怕。我有三个字啊，好。嗯，这个应该错不了。三个字，四大名著有。我觉得这个肯定错不了。如果你俩拿了三国的话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不会，《三国演义》。楼字不见了，游字还在，西字好像也不在了。哎，西字在，西字还在，不会有错了。哈哈，我的高超智商。水虎哟，梦回答错误。我都记得他们的位置，别怕，太简单了吧，我的高超智商。你咋想的？不是红字刚才在那儿，我没看。你咋想的？红在那儿。红在那儿。记错了。
第四题，看题我就不信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个能错的话，我不信了。哎，张一奇那个拿错太不应该了，明显是张一奇在拿了一粥。怎么哥还在这事儿里呢？是啊，我还在想粥呢。这不会错对吧？这不会错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就三个字，就三个字，就是那三个字吗？就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那三个字。做人跟做人倒也没有太大关系吧？啊？宝哥不会从不说那三个字吧？是啊，看看够不够默契啊？对了，我觉得有戏。一二三，对。不。耶！不容易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啊，家人们。第五题。这个真。我相信我们的默契。第一个其实可以，你至少可以拿一个字把难题交给后两个人，只要后两个人组成了一个词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对。好，那我就随便拿了啊，不管我这个其实比较广泛。广泛，有戏。都拿广泛的，我们拿三个广泛的字，说不定拼到一起。拿个语气词就行了。OK。我很累啊。请大家按顺序亮牌。你别啊！就每次我说我要去拿东西，你别啊！我最讨厌别人说这三个字了。我也讨厌别人说。每次一说他就你别啊别啊。别啥别？别受不了。为什么要劝我？受不了，我根本受不了别人说这三个字。你根本就烦。你肯定是指的最讨厌别人说的，肯定是指的你。对，肯定指着你说一些话就很讨厌。就选一些否定对方的词就可以了。也是对的啊，说明宝哥是讨厌那种别人指着你说话。对，沈月是讨厌别人否定你，我就是讨厌那些人语气特别的啊，就特别的态度不好的，所以我们仨就讨厌这种。好，回答正确。第六题。啊？应该是。应该是他。有不应该的吗？没有不应该的，宝哥。哦，那应该是了。那看来答案呼之欲出。但是我觉得宝哥有可能会不知道。我这个不太可能不知道吧？这没问题，这要是错了，我真的，我真的。我觉得想错了，宝哥觉得想错了。应该是他了。我真的想错了，我难题交给我了，请选定拿牌。张一奇，放弃。张一奇，放弃吧。没有一个字能救回这一局吗？Yes， 我一个人能拯救我们队。请大家按顺序亮牌。周一，这是周柯宇和张一彤，都是年纪最小的，一个最小的男生，一个最小的女生。对，都是。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拯救了。耶！第三个交给你是绝对是正确的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玩了一天了，就所有的有这一趴是最有亮点的，就你这个兜。兜子，我找一个字，我把所有字看遍了。游戏结束，你们最终答对三道题。